柳岩行为惹争议，穿黑丝打扮清凉街头热舞，路人疑惑走过无人时。柳岩更新社交平台动态，晒出她现身街头热舞的视频。视频中，柳岩身穿黑白拼接包臀裙，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完美地展现了出来。素颜出镜的她皮肤白皙紧致，岁月几乎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，少女般的状态很是让人羡慕。柳岩跟随着音乐扭动着身子，整个人显得活力满满，俏皮可爱的模样看起来心情很是不错。身后陆陆续续有人经过，大家纷纷回过头望向她，一脸疑惑，似乎对柳岩的行为感到不解，但并没有人上前与她打招呼。或许是为了让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，柳岩近段时间越来越注重身材管理，希望他把身体健康放在首位，也希望柳岩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